小猴子，我在这里，拨浪鼓摇一摇。你见过爹爹了？爹爹哪里去了？好可怕，大家围着我。他们都说是爹爹把村子里的人带去给妖怪吃了。骗我，我才不信。杀死
散了，盯着您跑。哎，看你是外星人，别皱着眉头，这里可好玩了。有住在石头里的老爷爷，有在井里喝酒喝的猪，还有在井里的……不告诉你，嘿嘿。地方只有我和爹爹知道，嘿嘿。偷偷告诉你，有个帮我治病的好朋友，就住在下面。唉，好久没来，也不知他自个儿的伤养好了没有。爹逃了，正愁没人送吃的来呢。